现代人注重养生，亚麻籽因为含有高纤维素 Omega-3 亚麻脂肪酸、抗氧化物、不含麸质及低碳水化合物，长期食用能帮助减低胆固醇、降体重、减少更年期症状、增强消化系统及促进皮肤和头发的健康生长，正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喜爱。而加拿大中西部省份由于纬度高、水土空气污染少、气候寒冷，亚麻生产周期长，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优质亚麻籽产地，产量约占全球总产量的35%。位于加拿大西海岸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食品加工企业亚太食品 Asia Pacific Group Inc.管理及运作多条食品生产线。Flaxseed oil contains a high level of omega-3 oils that can reduce the risk of heart disease and inflammation. We can bring these healthy oils into our everyday cooking using the Canadian flax vegetable oil and flaxseed blended oils. 为因应加拿大国内及海外市场的需求，在1992年成立亚太及其周边品牌，目前专门生产和销售四大类别的亚麻籽食品，包括冷压亚麻籽油、亚麻籽高级调和油、弗莱克植物油和双麻油。亚太产品均采用加拿大顶级亚麻籽，在无菌无尘的环境下制作及包装。凤凰卫视祖克勤、吴静、温哥华报道。